一下，我要玩哪一把？这把，然后我要换扁。好，换这一把。OK， 来。哎，这把枪好像不错用哦，我看一下。对啊，这把枪感觉应该不错用，好吧？他说占领并守各个目标，去守一下西目标好了。哇！这画面也太这也太写实了吧！哇！有人在阵营，哎屁啊！哇靠！好吧，我想我离那个应该还有一段，离神手应该还有一段时间。你在说什么？哦，射中哦，这还不错。不要，这哎、欸，等一下，这个叫声也太夸张了吧！换快一点好不好，大哥？哎、欸，等一下换子弹，换快一点啊！靠背，子弹不会换快一点哦，机车哎、欸！哎、欸、屁啊！啊，哇靠！他们等级太高了，我是被虐出来的。哦。乌塔麦，什么东西？他们在讲什么东西？谁可以帮我翻译一下？哎、欸，怎么又挂我？有人在阵营。哎、欸，这门不给开。Guy in there with an MG34. Oh, 可恶啊！在上面。啊，完了完了，这场要输哦！有外国人，有啊，都啊。哦，为什么？哎、欸，他们到底在哪里啊？我都看不到哎、欸。真的，我完全都看不到他们人在哪里。哇，这个，哎、欸，真的，我不太会玩类似写实战争类的游戏。其实战争这个游戏我不行。哎、欸，我不是射吗？哎、欸，有没有那么夸张啊？其实战争这个游戏有这么难玩啊？哎、欸，延迟、欸！哎、欸，我延迟、欸！哎，等一下，我刚才明应该有射到他，可是我延迟了。哦，哎、欸、屁呀、啊！我延哎、欸，我是延迟太夸张了吧？299229，等一下，我延迟是。我那样准心应该射中他，可是就没反应哎、欸，是延迟太夸张的关系吗？我明就射中他，可是就是没反应。
我那边射中他了吧？哎，是这个角度，这个枪到底要怎么射？我那边应该射中他了吧？我应该没有做错吧？对，我应该没有做错吧？可是我为什么就是射不？夸张哎，明就射中他了、啊。They're all over Charlie. 哇，一杀八死，狙击。We have now taken objective Anton. 哈，dude, they're all over Charlie. They're like everywhere. 他们在说什么？真的听不懂。Yeah, they're all over there. Killed like three.Fucking crazy, man. Going back to Charlie. Let's go. 射中，这是没有延迟的吧？我这次应该跑有吧？对，我这次有射中就好。我现在不求射死，我要把人家射中对方就好了。Yeah, 哇，有人死了！听到我恐怖的惨叫声。这边吗？对，我们好像快输了。我在这里趴下。哎哎，等一下，我暴露自己的身份。哎，屁啊！哎，他怎么？奇怪，我这样趴下，他还看得到我，没道理啊！我这样趴下，他还看得到我。哇，我十九次，我全场最雷的。哦，谁在射？谁？竟然射不到，可恶！哎，大哥。哦，大哥，我要死了，靠背，你何必在我旁边欸？啊，狙击，哇，好难玩哦！九代重生。Yeah, this game's been super one-sided lately. We have lost objective Beta. Oh, oh my god!哇，这也太写实了吧！Fucking AP mine, I'm upstairs.
哦天啊，怎么打？哇，我一杀死死哎、欸！真的我不行，这游戏我玩不太起来，而且我延迟到达233ping，好夸张。